来，第一个，有没有幸运儿？操你妈！一样啊，打赢我。没订阅的350点，有订阅的700点。条件就是牙数有那个专精7以上。做你的余生温柔，可以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右手慢动作重播。来，我们今天的第一把牙膏单挑大赛，你们觉得我赢还是第一个观众会赢？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哇！操你妈！哇！哇！高手过招，我操你妈！有点东西。哇！我干你娘！哇！他预判我，预判他，预判我的预判，太强了！这波高手过招，他知道我想要一闪他，然后他预判我想一闪他，他闪现掉了。没想到我是预判他，预判我，预判他的预判。花轮，你知道特哥今天跟观众单挑被打爆吗？真的吗？哎，丁特，你今天跟观众单挑被打爆吗？关你屁事哦！哈哈哈哈哈！Lily， 来看一下这个悬疑式傲骨的。120,000的专精 ，OK，Go！、欸、为什么微风有我的 MOD 啊？谁给你的？现在赢比赛的屌大了是不是？哈、啊，出国还不是06，操你妈！哦，你在 LMS 屌赢有什么用？你出国，你出国赢给我看呢、啊？06不要吵好不好 ？Shut the fuck up，OK？、Okay? 不服单挑，干！讲不过人就是要动武力单挑，干！你这很鸡掰哎！哎，高校界文风上档说要跟我单挑哎、欸，我的心魔来了，下一把就是你了。你老师为什么我六级会打输给五级啊？我们跟我们的高校界文风上胆单挑一把，受不了！想当年你的牙齿把我的心堵到多烂，今天我要找你报，我要找你报仇了！哇，精英200分，这把很关键，我要跟我的童年心魔对决一波。他当年把我的辛朵拉打成这个战绩，你们看一下，他用他的牙术把我的辛朵拉砍成智障，很牛逼。我以为他要跟我打一波嘞，没想到他退了，这样我们输一个点人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那个塔，操你妈！他有那个塔没打我，不然我直接崩溃。我不服，不要删了，干！输了给你1400点，操你妈 ！Double or nothing。Double or nothing。为了我们的尊严，我这把有点重要。哎、欸，你记得我们以前双排有一个玩牙术叫做高校界文风上胆的人吗？你跟他 Double or nothing。对啊，我第一把被他屌虐，我们打 PO 三。你别送了吧。你打不过他、啊，我打不过，你肯定打不过，我打不过他，你肯定打不过。来啊，操你妈！我、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先啊，就这把。好，就看这把，对不对？你先拿来，你先拿来，这一切我的。哎、欸，还是要赌7000。打不过我那底，要不要赌7000？闭嘴！不敢赌。你不是还要打不过我那底吗？你说话小啦，操你妈！你不能这样啊！你有没有一点运动家精神的说法？你有一点职业选手的尊严？你为了1000块可以买通对手？
这是我睡前给你最后的礼物了，快看一下吧，林国华。啊！不管了。Yes， 你最快 ，nice， 吧，这不算吧？五百，滚了！他说好，你滚不算，你滚了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妈家吧，炸赌，我了吗？楼下就派出所，他是被我技术屌打，我实干为证哦，我直接下去告你炸鸡，来啊，你把你把影片截好了，他妈来啊，你输不起是不是啊？他没输过吧？干超废了，妈的！各位观众见证啊，操你妈！我是不是从头把他砍到尾？他闪现走了，我还追上去。本来我想放弃了啦，对不对 ？BO 3第三把，反正我现在不亏嘛，对不对？就算我这把输了，这钱也是丁特出的。我现在已经站于一个不败之地，我要为我两年前被他屌打的一个心魔，我要解决掉他。心魔从来只有自己才能突破的。OK， 各位观众不要杀了我，这把很重要。摆明是演的，我操你妈！你走开！你现在给我拿来！你给我拿来！我是一剑，哇哇，这不是台服，这不是台服的，哇，900分！今天的对手是不是都很有东西啊，各位？每个都跟鬼一样哎！我今天要赔钱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妈的，又那什么高校界闻风丧胆，又台服第二名，那我怎么办？喂！台服第二，无外如是，下去。什么 BO 三没有啊？没有 BO 三，这边从来没有 BO 三的。OK， 赢了就是赢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不服 ，BO 三了，干 ！Lucy Lane，Lucy Lane， 有有有，牙数33万。觉得今天的直播好充实啊！有一个傻子送我钱。全家，你全家都被我干了，干！屁，这个很开心。我看到第一个雷文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有牙术钻进去了。啊干！我操！拔过头了。干你娘！我干你娘！我操作失误了！我干你的！啊！我明明可以赢的，我那个 EQ 闪 fail 了，干我好他妈菜啊！啊！不行了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这种状态不能再打游戏了，我不行，我要休息了。